因为情绪时常看到精神疾病的女性的有性到生产过后嘛，可能有忧郁症来发生。产前忧郁最常见的是，比如说这个妈妈本身在怀孕以前就有过忧郁症的病史，那她比较容易发生产前忧郁或者产后忧郁。是。另外就是在怀孕的时候一些荷尔蒙的改变，让她身体产生的不舒服。还有就是有的妈妈会对于就是在整个生产过程或是还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当妈妈，很恐惧说等一下就是生完小孩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宝宝会不会生出来之后就有健康，还是说其实生出来之后就会发生一些很严重的事情。医生表示说，产后忧郁症在产前产后都有可能发生，除了是有生期间面临的压力之外，还有生产前后被关注被关心的程度改变也有关联。妈妈睡得不好，或者是很容易生气，莫名其妙生气，或者是说永远都在一个情绪很差的状况，然后呢没有办法集中精力，食欲胃口改变，非常容易紧张，这个状况的话家人其实就要非常小心。这个就是给你，其实妈妈也许是发出一个求救的信号，告诉你说我不对劲了，我的情绪不好了，可不可以你们来帮帮我，关心一下我，了解一下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判断到产后是不是有忧郁症，除了可以透过日常来观察到情绪行为的变化之外，也可以借由到爱丁堡的这个忧郁症量表来自己打分数。一些关键的地方，若是说有拿到分数就要特别注意，必要时阵就要由着精神科甲也不来改业做改善。第十题就是我曾经想过要伤害自己或者是伤害小孩，那这十题是比上面加总的九题都还是来的最重要的。我们有时候会看你前面，这个题目还蛮恐怖的。对，所以这一题只要有一分，对，只要有一分就要注意了，就不对了。对。即刻就到关于第一则单新直播到店来听讲，礼拜四暗时七点半，伫蓝天电视台第四频道来播出。即礼拜吉米亚中心妇产部的医生郭田妮将甲大家分享第二产妇的忧郁症议题，欢迎乡亲按时收看。